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讲的剧目呢是《霸王别姬》。汉军人马分四路来攻，吩咐众将分头掩敌，不得有误。元帅大王要见宝剑，自问军情。一面牵挂，义子，你不可寻此短见呐！《霸王别姬》这个戏啊，其实剧情呢是比较脍炙人口的。那么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它主要描写的是秦汉之交，大概有4年左右的历史，是称为楚汉之争。在这个4年里边呢，秦王朝已经被实际推翻了，西汉王朝还没有建立。那么在这个4年当中，整个当时的中国最具有权力的啊，也就是最高领导吧，是西楚霸王项羽。那么刘邦呢，只是他麾下的汉王啊。但是刘邦呢很有心计，他任用了萧何、张良等等这些贤臣，并且呢又拜很有军事才能的，同时又很年轻的韩信为大将军。最后这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打回中原地区，用十面埋伏阵把西楚霸王项羽全军围困在垓下。项羽的宠妃虞姬啊，为了给项羽消愁解闷啊，就为他舞剑助兴。后来发现呢，整个战争的大势已去，虞姬为了使项羽啊不要担心自己，不要被自己所拖累，就趁项羽不备呢拔剑自尽。项羽很悲痛，率兵突围，最终呢寡不敌众，在乌江边啊，由于修建江东父老，所以就没有渡过乌江，在乌江边自刎。整个《霸王别姬》讲的就是这么一个大战之前和大战结束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第一个主要部分就是本氏阉割。《霸王别姬》这个故事，它主要的题材是来自于《史记·项羽本纪》。我们知道《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分为5个主要的部分啊，本纪、世家、列传、书、表。本纪、世家、列传都是以人物作为主要线索。那么本纪呢12部，笼统的说，本纪里边收录的都是帝王级的人啊，但是呢不太准确啊，因为在这个刘邦的高祖本纪之后，下面一个是刘邦的皇后吕雉，
那么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明这个可以进入本纪的人物是当时整个天下吧最具权势的人实际掌握最高权力的人。所以西楚霸王并没有当过皇帝，他和这个吕雉一样没有当过皇帝，但是呢他们可以列入本纪。在《史记·项羽本纪》里头，项羽留下了他平生唯一的一首诗这首诗叫《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那么看上去呢，这是一首七言诗，实际上不是，最多算六言诗，因为它中间这个兮是个感叹词因为我们说成熟的七言诗而且有明确作者的，大概怎么要到建安时期的曹丕才开始有在这个之前呢都不是特别成熟的七言诗。项羽的这首《垓下歌》是比较接近于《离骚》当中的六言诗。那么《项羽本纪》里边说项羽有美人名虞，长姓从，骏马名骓，从其志。这个就是为我们后世叙述项羽他的一生的故事就出现了两个重要的意象，一个是他的宠妃虞姬，一个是他最宠爱的这个坐骑就乌骓马。所以这就是这首诗里边出现的：“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乌骓马要是不能这个快速的跑还有办法，但是虞姬我拿你怎么办这已经到了项羽人生的最后的末路的阶段。那么史记呢，我们知道司马迁是汉武帝时候的人他属于是后代的人在写比较靠前的一些事情。那么有没有比史记更早一点的文献资料呢？我们现在基本能够找到的，说西汉初年有一个人叫陆贾他这个字呢是这个就贾宝玉的贾念到这个人名里边应该念贾。说西汉陆贾曾经写过一个书叫《楚汉春秋》，他所记录的内容是从刘邦项羽起事起一直到汉文帝的初期结束，是一部杂史。据说司马迁写史记也曾经采用过这书里边的史料，但是很可惜呢，这部史书很早就散佚了。到了清代，有人可能多方查找又找回了一部分，但是这个找到的内容呢不多，所以史料价值也有限。甚至究竟清代人找到的，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楚汉春秋》的这个部分是不是当年的这个原本，恐怕也很难说。那么《楚汉春秋》里边有一个记录，说据说是虞姬的诗，是四句五言诗，说汉兵已掠地，四方楚歌声，
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这个呢，后世大家是比较怀疑的，因为成熟的五言诗不太可能在秦汉之交就出现啊，更不要说是一位女性啊。我们现在不知道虞姬她到底文化程度有多高啊，甚至于到底有没有这个人的存在啊，恐怕也只可以商榷啊，未必是特别确定的，因为并没有很多相记录一致的确凿的史料来验证。你想到了东汉末年，曹操写诗还经常是写四言诗，观沧海也好啊，短歌行也好啊，龟虽寿也好，基本都是四言诗啊，就还是诗经的那个路子。那么如果说在秦汉之交就已经有那么成熟的五言诗，我们看刚才那首诗很熟练的啊，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小的。换句话讲呢，比较可能的是后世的人附会的一种结果啊。再加上虞姬如果说按照这个故事设定里边，他舞完剑以后就自尽了，那么他这首诗是谁记录的呢？啊，以当时那么这么纷乱的一个战争的情况里啊，他这首诗看上去应该在舞剑之前，甚至是舞剑之后自尽之前啊，表达了自己的这么一个意愿。那谁来给他记录呢？啊，那当时要记录的话连纸笔都没有啊，只能靠刀刻在竹简上啊，当事人基本上都已经没有了。就算是听到当时他有这首诗的人，比如说项羽，那分分钟很快就也自尽了啊，所以它更像是后人的一个创作啊，把它放到虞姬那儿。那么至少我们可以说呀，楚汉春秋史记这些差不多在霸王项羽身后没有多少年就开始回顾和记录项羽的平生事迹，从那个时候开始，基本每一个朝代都有相关的文学艺术作品来反映这个过程。那么尤其跟我们戏曲相关呢，到了元杂剧当中，和楚汉相争有关的剧目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张时起的霸王垓下别虞姬，武仲文的淮阴侯韩信起时，武汉臣的穷韩信登坛拜将，金人杰的萧何月夜追韩信啊，这个至少这四出元杂剧都跟楚汉相争有关系，而且其中的三出很明确的啊，韩信是当中的第一主演。那么到了明代呢，明代的戏曲习惯上长篇的啊，以唱南曲为主的我们都称为传奇。明传奇里边著名的作家沈采，他写过一部千金记，千金记呢有50出，为什么叫千金记呢？它同样也是以韩信作为主线啊，因为我们知道韩信的发迹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著名的叫嫖母犯信一犯千金这么一个故事啊，他少年的时候很穷啊，也没有工作也没有学历，什么都没有啊，甚至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啊，有一次饿晕了，有一个在河边这个帮人家洗衣服的啊，
一个老太太，周济了他一顿饭，把他救活了。小伙子，你饿了吧？这个给你。后来他成为了这个大将军，成为了三齐王以后，他就回来感谢这位老太太，以这个千金相赠。我记得好像这是个成语吧，叫一饭千金。那么千金计大概起的就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神采的千金计也是以韩信为主线，描述整个楚汉相争的故事。那么千金计的折目里边，就有起霸、追信、别姬、埋伏，埋伏有的时候叫十面等等。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从当年清代皇宫当中流出的，清宫演剧的剧目，人物的扮相图，还可以看到有这样的折目，比如说十面，十面里边有韩信，有霸王，韩信这个时候还是个小生的扮相。那么不光是这一出里边有项羽，另外戏里边好像有一个战荥阳吧，这里边也有霸王项羽。那么他的人物造型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在不同的戏里边有不同的戏剧情境，所以霸王有不同的造型，有的时候是平时的礼服，有时候是这个战争当中的戎装，有不同的造型。不过呢，这个脸谱，霸王脸上勾画的这个谱饰倒是比较接近的。